小满一家都在地里干活，这人是谁？鬼鬼祟祟的，先抓住再说。终于能安安静静吃个饭。哪来的小偷敢来我们村头吃东西？我饶不了你！老实点，你放手！你说谁是小偷呢？敢偷袭我！疼！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住手！小满。小满，你们家进贼了，他刚还在那偷吃呢。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吃。浩子，他是我未婚夫。他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改天再跟你细说吧。情况太复杂。一个两个都这么粗鲁。不许走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人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。我看你是眼睛有问题。你们必须给我说清楚。这事你跟他说。我哪知道怎么说？我倒要看你们怎么说。所以，你们的婚约是爷爷那边定下的。嗯。然后你们就这么答应了？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，小满的初恋都还没呢，就冒出个未婚夫。你提这个干嘛？你还没谈过恋爱呢。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当然是以此为契机认识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看对眼了。挺能编啊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行，嗯。是，他对我一见钟情。你要点脸吧。嗯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让人住你家里吧？周小满，你不会是个恋爱脑吧？我看你怎么编。跟喜欢的人当然是有时间就腻在一起了。这你都能说得出口？行吧，你俩腻歪吧。他竟然还信了。